快过。是啊，充实的饭菜任何时候吃都是最好的选择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点击按键。快过来，欢迎来到韩灿的房间。我们先来做韩式烤牛肉吧。不要担心，我会慢慢教你的，按照顺序跟我做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，知道吧？这里准备了韩式烤牛肉需要的材料。首先，先要切菜，大家一定要小心用刀，知道了吧？那么我们先从切蘑菇开始吧，抓稳刀，把它切成四块。不错，然后把大葱切成五片。做得好，接着把辣椒切成六片吧。了不起。然后是洋葱，试试切洋葱。洋葱需要切成两种，酱汁里用的和炒菜用的。先来切炒菜用的洋葱吧，切成八块。做得真棒。最后把酱汁用的洋葱切成四等份。干得不错。现在把切成四等份的洋葱放到粉碎机里。然后点击下面的开关，让粉碎机工作。洋葱好像都粉碎好了，现在把洋葱泥盛到碗里好吗？做得真棒。到目前为止都是韩式烤牛肉的准备工作。来，做酱汁之前，我们先把猪肉腌制一下吧。先把放肉的大碗拿过来，然后放点糖。不错。放调料之前，先给肉里放糖的话，可以让肉变得更软嫩，味道更醇厚，知道了吧？如果没记住的话，可以试试智能模式。把放在面前的酱油、蒜泥、香油、胡椒粉和搅碎的洋葱一起放进去搅拌。先放酱油，然后是蒜泥、香油、胡椒粉，最后把搅拌好的洋葱泥放进去搅拌。不错，调料酱做好了，把之前切好的蔬菜一起放进去，用手搅拌均匀。现在只要炒制就好了，先把锅烧热。把腌好的肉放入锅里，用周围合适的炊具炒制吧。
好香的味道，看起来快好了。关火，盛到盘子里来。可是看起来好像少了什么。把前面的熟芝麻撒上去怎么样？不错，真是非常诱人的美食啊。最后点击照相机图标，拿出相机给美食照张漂亮的照片吧。建议单手拿着相机照哦。快过来，很高兴和你一起工作。欢迎来到诺玛餐厅。